国民党新北市总统暨立委辅选干部结集士气，500-600人在三重举办了誓师大会。新北市党部主委李乾隆就表示，目前新北市29区的总部主委以及顾问团团长等干部都已经就战斗位置，有信心明年2020收复新北，选战是大打政绩，高喊肯定侯友宜就是支持韩国瑜重返执政，新北12席立委全垒打，国会席次过半。侯友宜的施政能力啊，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，大概75%以上哦。所以好的市政就是支持韩国瑜最好的一个票房保证。所以肯定侯友宜支持韩国瑜，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选战的轴。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，也同时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就到场辅选，回归新北，产生了母鸡带小鸡的团结效应。国民党在新北市12区的候选人一同上台誓师，誓言翻转新北目前绿大于蓝的现象。在场很多都是我们的重要基层干部，我们希望大家把我们所有的老朋友通通找回来。找我们更多的新朋友来支持我们，原来对我们有误解的、有不满的，我们要化解这些不满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让我们朋友多多，敌人少少，让我们国民党理性中道的力量成为台湾稳定的力量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不止结集打选战，朱立伦就强调，过去在新北执政8年，加上侯友宜接续，人口是不断的增加，成功招商，打造了3环3线。国民党执政9年的成果，成为辅选的最佳筹码。第18期，国民党，我做八年，侯友宜做第9年，等于伊做头一年开始，剩国民党第9年，来新北以后的新北市，到底有进步无？有改进无？有改善无？咱的人口有愈来愈侪无？咱的交通有愈来愈好无？咱的3环3线一条一条在完成无？这拢是大家看会到嘛？一一授予12席立委候选人战旗，给予加油打气。新北市过去的政治版图一向是蓝大于绿，直到2016年选举后大翻转。目前12席当中，国民党仅占2席，也期勉在场的干部及候选人势必收复政治版图。听我一句话，朋友愈侪愈好，愈好啊啊！所有的朋友拢甲找回来，一定会当选啊！加油啊！来替邱光耀，这个少年的优秀的，甲加油好不好？好，邱光耀当选，邱光耀当选，光耀光耀光耀当选当选，邱光耀。大选进入最后紧锣密鼓的阶段，新北市党部主委李乾隆就表示，辅选的黄金之夜、黄金周势必在新北举办，因为新北赢，全国就一定旗开得胜。记者詹宜勋、卢秀娟，新北采访报道。